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。说起琼瑶剧，那肯定是影响了好几代人。放到现在来看，琼瑶剧有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，但是剧中的女主角从外貌到演技都可圈可点。而在众多琼瑶女郎里，琼瑶阿姨最爱的就是陈德容。她的姐姐陈雅蓉说，琼瑶第一眼看到就爱上她，一口气为她量身打造《梅花烙》《水云间》等作品。陈德容的演艺事业有多顺利，你都想不到。他刚出道那会儿，因为太过抢手，还引发了一场合约纠纷。邵氏和琼瑶都很欣赏他，他选择先进邵氏。邵逸夫很喜欢他，除了提供宿舍津贴外，据其好友透露，当年陈德容拍戏之余，还要与邵逸夫看戏吃饭。就这样，他签约邵氏电影，前往香港发展。在邵氏拍了几年电影，由于市场不景气，陈德容再次回到台湾，与等了他三年的琼瑶见面签约，并接拍《梅花烙》担任女主角。这是他的首部电视作品，他在剧中饰演温柔善良、孝顺谦和的女主角白银霜，一双永远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我见犹怜。尽管现在看来，该剧剧情狗血、三观不正，但剧中白银霜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依然让人动容。梅花烙成功后，琼瑶又为他量身打造了水云间和一帘幽梦，这让琼瑶书中的角色变得有血有肉，而琼瑶书中的角色也让他一举成名。陈德容完美演绎了天真无邪、小家碧玉的富家千金杜芊芊，这部作品也成了陈德容的经典代表作。后来那部《一帘幽梦》，陈德容的造型更是在女主中间掀起一股短发热潮。尽管现在再看《一帘幽梦》，紫菱的人设有些崩坏，却不可否认陈德容演绎的紫菱定格一种经典。陈德容火遍了两岸三地，她水汪汪的大眼睛总是能吸引着观众的视线，成为当下很多男生心中的梦中情人。这样的陈德容甚至让百亿富豪都为她着迷。爱情是我们谁也迈不过去的话题，陈德容也一样。在结婚前，陈德容曾经有过两段恋爱，第一段就是和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文斌谈的。因为《梅花三弄之梅花烙》的播出，王文斌在电视上看到了倾国倾城的陈德容，于是下定决心追求她。在王文斌的猛烈追求攻势下，陈德容答应了王文斌的追求。王文斌对这段感情是奔着结婚去的，但是陈德容却不想过早的步入婚姻，他拒绝了王文斌的求婚，以后两人就分手了。对外公布的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，美女身边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者，更何况是陈德容这种如花似玉的美女。和王文斌分手后没多久，陈德容又谈了一段恋爱，这段恋爱的对象是圈外人，所以陈德容并未公布他的身份。只是后来分手以后，陈德容曾经谈及过两人分手的原因是相隔太远，聚少离多让陈德容感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恋情的温暖。因为这两段感情最终都无疾而终，陈德容对待感情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。在与圈外男友分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陈德容都保持着单身状态，并不因为他缺乏追求者，而是他开始认真地分析和判断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当陈德容再次遇到心动的男人的时候，已经是2008年，这一年他34岁。这一年他参加一个聚会时，一个帅气的男子与他打招呼，问他是否还记得他。陈德容当然记得，因为这名男子是他小学同学，相貌一直没有什么变化。他的名字叫做王赞策，是地产家族的公子哥，身家百亿。陈德容与王赞策关系真正变得亲近，是因为在这一年他要买一套房子。在美国曾经学过建筑专业的王赞策对房子特别了解，于是主动请缨陪陈德容去看房。这样一来二往，陈德容发现王赞策非常的憨厚老实，值得信赖。不久后他们相恋了。和前两任男友不同的是，王赞策并没有在恋爱后就火速向陈德容求婚，因为他知道陈德容对待感情比较谨慎，所以他将求婚选择在了两人交往的三年后。2011年，王赞策和陈德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王赞策家里是经营地产生意的，身家十分丰厚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要求陈德容退出娱乐圈，给他生孩子照顾家庭，而是让陈德容自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所以他们结婚至今9年里都没有要孩子。陈德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更是表示，如果喜欢孩子的话可以去领养，并不一定要自己生育，可见要将丁克进行到底。然而谁也不想
如此幸福的他们婚姻还是出现了问题，尤其是在两人因为各自的工作聚少离多的问题。但当他们度过七年之痒，聚少离多这个问题却无法解决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坐下来谈过好几次，但都没有谈成功。最终两人决定和平离婚，没有第三者介入，也不存在财产和赡养费问题。这段八年的豪门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。入行几十年，如今已经46岁的陈德荣重新恢复了单身。爱的时候很笃定，离开的时候很潇洒，这是陈德荣对感情的态度。离婚后，陈德荣说，我觉得每一对夫妻都要经过很多磨合，有时候不一定磨合得了，因为婚姻是双方的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努力过，但不一定能克服，结果如何可能只有自己能体会。女人离了婚也可以自信，也可以去寻觅属于自己的天空。正如陈德荣自己所说的一样，公主不缺白马王子。陈德荣在宣布了离婚之后，就马上投身于影视事业，他不会因为离婚就让自己一蹶不振，也不会因为离婚就不敢出面见人。他很自信地告诉大家，期待以后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作品。在2020年4月29日晚，陈德荣在社交平台上发文，谢谢生命中每一次真实的相遇，还配上了公主不缺白马王子，做自己的女王，家人是永远的支持，新的开始等话题。可见陈德荣已经调整好离婚后的心态，决定重新开始好好生活。对于如今单身的陈德荣，希望他依旧相信爱情，在未来能继续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。毕竟感情的事情冷暖自知，问心无愧就好。经历过感情的坎坷，最后还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也不免是一种豁达和丰富的经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欢迎吐槽留言，看完记得点赞哦，更多精彩视频尽在大嘴娱记，敬请关注哦。